意问答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啊，法布施会开智慧，看白话佛法会开智慧，心定会开智慧，化解烦恼生智慧，菩萨加持开智慧，请师傅开示一下，这些智慧有区别吗？智慧当然有区别了，有大智慧，有小智慧啊，啊，有的是人间智慧，有的是菩萨智慧啊，有的是般若智慧啊，那当然不一样了。小聪明也叫智慧啊。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个境界不一样，开出来的、做出来的、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。你这个智慧怎么开呀？就看你的境界多高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说大家都有智慧，对不对啊？比方说，对，我把智慧比出知识，所有的人都有知识。你是小学知识，你是高中知识，你是大学知识，你是教授的知识，你说能一样不啦？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、那师父讲起菩萨加持开的智慧是一种什么智慧？是般若智慧吗？菩萨加持给你开智慧当然是菩萨智慧了，但是问题你开了之后你用到人间去了，那么变成人间智慧了呀。哦，那如果菩萨加持开的智慧用到弘法上面呢？那是什么？那么就是菩萨智慧在救人。